开来啦，开来啦，交啲妹就要睇得歌。听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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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啊，声画面都冇问题啊。咩太大声又太大声，边度太大声啊 ？Over over， 声画面都冇问题啊。有啊。set 波啊 set 得准啊，喺出界前都可以捞到翻入嚟。哦，有机会啊，偷到波啊，有啊呢球。我真系争少少啊 ，OK 啊。咁咧就寻晚唔知夜晚无啦啦有场波睇噶，有冇睇咩德国队对咩芬兰？咁啊，德国队即系早几届啊好鬼劲啊，就今届咧就好似麻麻地打芬兰都唔系话。即係好輕鬆，我係應付到啊！有冇睇？跟住就咩中仔嗰啲喺度講波嘅，就話咩德國隊，佢話咩咩中場有啦，佢話咩前場咩前場又可能要同埋後場都要揾啲人咩接替，好似係類似係咁講啊！佢話咩都要換人啊，咩換血。就尋日玩咩馬里奧葛斯打打前啊，好似係我都係睇咗陣之後冇睇太嘢啊。又话今日港队港队香港队踢波咩？啊，打咩啊？打韩国系嘛？定打中国先打韩国定乜鬼嘢？香港队踢咩啊？系呢一个系咩啊？咩外围赛嗰啲定乜鬼嘢？又话友谊波有咩好睇嘅？冇，见到有波咪睇，中意足球嘅你是但两队劲嘅都睇啦，系嘛？咩叫友谊波有咩好睇？咁曼联过嚟香港打啲咩贺岁杯噶？有你可以话系好友谊赛，你都系咁讲。有咩好睇啊？啊，咩好睇啊？啊，你有咩冇咩问题？友谊波咪友谊波，有咩冇睇？巴西打法国咁啊，友谊波你讲好唔好睇啊？都好睇啦，睇下啲有市阵定点啊？睇下有冇咩怪招得意嘢，有咩出奇系先？友谊赛仲好啦，轻松啲，唔系有时你打啲直认真赛啊，两边拍大巴满啊，抽筋啊，话咩？友谊赛啊，轻松玩下，大家喺度搞下笑，有时有啲咩慈善赛，咩费高明星队打咩世界明星队，仲好睇。嗰啲咪攞下啲路系咁啊，扭嚟扭去，知道啊？呢啲波呢啊，即系知道呢啲场合可以狂玩嘢，仲正啊，系嘛？啱唔啱？港队系打系咩？系外围赛，世界杯外围赛，打边队先？香港队主场，好似系香港队主场。我啲朋友好似入咗去香港队睇，我一醒起，啊，你点睇？系边队啊？有冇人知道香港队打边队？有人问到咩？我点解唔落场嗰啲？我落住都话咗啦，唔系一定系你好似你有冇睇奥运？你有奥运咧？点解巴西队唔叫晒咩？叫晒所有正选咗你国家队入嚟有限啊嘛，唔知多 U 唔知几多啊 ，U 22啊嘛，好似就系要 under 廿几岁先至可以踢奥运嘅足球，因为咧阿根廷咁啊叫美斯过去，即系叫晒成堆咩阿古路啊嗰啲咪屈机嘅黐线，咁啊唔会嘅，通常就系会有少少分别，就系、是、觉得咁样好睇啲。好嚟啦！而家香港队最劲系边个？你觉得香港队最劲？而家有你哋觉得香港队而家最劲系边个？谂下先。有你之前龙门都咩叶鸿辉都劲嘅，都好有斗志咯、啊。啲人都喺度讲。又系咩？柬埔寨应该打柬埔寨而家几比几啊？应该赢到啊嘛！打柬埔寨，柬埔寨即系。波底又未算话十分之话超劲嘅，哇呢下重炮靓啊！又话达叔最劲，系啊系啊啊！咁、啊、第二咧，第二劲系边个？而家香港队第二劲，好攞到波啊，偷到波啊！好即刻转边，靓啊！即刻呢个反攻啊，即刻做死对面啊！话俾你听。
啱啱我有睄過有啲人啊，答咩陳偉娜，陳偉娜而家好似唔係正選係嘛？陳偉娜即係都好耐歷史噶啦，陳小琪即係而家就都踢咗好耐係嘛？而家係咪咩陳偉豪係隊長啊？又話4-2，又話咩4-2係邊個？而家係香港四。即係應該係啦，因為而家香港隊主場通常講咗講個香港隊先4-2，咁應該都實食保持牙啦。希望我繼續保持勝利咯。而家幾多分鐘啊？有咩識嘢喎？有人提起咩精工班主黃創山道士幾多耐年前啊？黐線講咩山道士？呢已經係幾十咩？有啲人仲喺度答咩李健和。哈哈，已经是劲耐历史啊！好嚟啦，睇下啲球点啊，俾落去，可惜啊！咁就系咁样咯，即系呢个，我哋都想睇香港队打世界杯嘅。你话埋，如果香港队打世界杯，你又会唔会飞去睇啊？支持香港队，支持我去支持就会，你会见到系去决赛咯。我要睇有冇时间。我喺场边指挥，我就可以啊，就会加油，斋系我喺就算唔好话场边指挥，喺现场度嗌一声，即刻我加油，即刻全部静晒，大声到隔篱嗰啲其他啲对面队啲球迷震，即系好似张飞嘅长板桥大汗，对面啲球员即刻吓到呆晒，有冇试过咧？我想问你，你有冇试过系啲球迷大嗌嗌到个笼咧吃咗一惊？之后咁啱有人射波，之后佢擘大个口得个窿，之后结果入波，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啊？咁样会唔会计犯规啊，或者点啊？即系唔计呢球，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如果系我可以试下呢啲咯，就会做应援，即系真正嘅应援效果可以做到咁样吓、啊。好，小心啊，靓啊！又话如果我去睇世界杯，系咪要教两即系两边教，即系又要教 C 朗，又要教美斯啊嗰啲咁样。所以我最好就系我点解我一路都冇去出席世界杯，就系呢个原因咯。即系手掌又系肉，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你又好难即系取舍，系、啊、嘛？你又话啊波边边啊过去教路又点啊嗰啲就唔系几好啦，系、啊、嘛？又话试过嗌，有位兄弟话试过嗌到对面个笼七汗，试过嗌到对面个笼七孔流血。咁你呢啲系谋杀啦，大佬啊，已经有问题啦！你话吓到对面呆一呆咁啊，都话啊，适可而止。咁你啊，你对你即系、就是、你对你自己内功啊。你內家功夫就未練到爐火純青咯，走個火嗌到人哋動咗真火，懟死人嘅梗係唔得啦，大佬踢波運動嘅黐孖筋，點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啱啱唔做得咁嘅嘢啊，大佬啊！好，睇下呢個球點啊！上半場已經係4-0噶啦，自己想射噶啦。嚇、啊，呢、這個係咪等於香港隊嘅賽果啊？你啱啱問咩4-2？哇！下半场又俾人怼翻两球，因为七孔流血还七孔流血死还死两回事，咁你嗌到人哋七孔流血系咪都唔好啊？你踢波你又铲冇铲到你流血啊？铲断脚系嘛？咁系咪啱啊？系咪应该嘅事啊？都唔应该啦，系嘛？阿伯，就算你嗌对面惊吓，但系如果你嗌到人哋听力受损嘅，都系唔好。都是不君子行为嚟嘅。如果你喺场，例如你喺踢波，咪人哋排人墙咧，跟住你做反人墙喺人哋耳边大嗌，哇！跟住搞到人哋嗰个人墙，即系喺射波嗰下冇起跳啊，或者点啊？呢不君子行为都系一样系球证啊，可以俾牌，照俾黄牌啊，嗰啲咁样啊，大佬黐线嘅，唔得噶，所以你球迷嗌到对面吓破胆之后，失准咧就可能都合理，即系都得嘅。但系如果你话你嗌到咩七孔流血啊，呢啲就肯定唔得啦，啊，啱唔啱？好，争少少啊，就有机会偷到波啊！
咁啊，即系足球国队啊，赢波啦，旗开得胜啦，系、啊、嘛？睇下啲球点啊！我识啊，咁咧就今日咧有啲咩新闻咧？就话说咧，就系、是、你知唔知咧？北韩咧最近咧就即系有好多官员咧就死亡嘅。首先咧早几日有新闻咧就金正恩咧伟大嘅金正恩饮唔饮到啊？伟大嘅金正恩咧就处决咗两个佢嘅高官嘅，就唔知话攞又系攞高射炮嚟处决嘅。咁咧今日咧又有一个人咧就受处分嘅，话说一个唔知系咪又系国防部定咩人嘅，咁咧就怀疑咧就咩咩报纸话咩打瞌睡，即系唔知系咪开会嘅时候瞌眼瞓，即系喺度打喊，我唔知系打喊路定点样啦，冇讲得好清楚。咁咧就决定咧就即系金正恩就劲嬲嘅。咁咧即刻拉鬼咗佢，咁咧就於是乎咧就好似咧就要勒令咧打靶，即系呢个就未至于话即系严重到要攞高射炮处决，咁就系打靶。高射炮处决咧就都几得人惊啊！你谂下高射炮打打啲战机啊嗰啲咁嘅成，咁攞处决一个人咧就已经系极度黐线嘅，即系你等于攞核弹系为咗系炸一条友咁上下啦。呢个比喻你又可以，你又谂下就系可以知道佢嘅几愤怒。咁咧呢一个唔知咩官员就喺佢开会期间啦，总之系瞌眼瞓，打定唔知打喊路啦，咁啊即刻俾人拉咗去打靶啦。咁样就而家就唔肯定有冇得救，即系会唔会有咩求情啊定点啊，即系最终又唔打靶或者点啊，暂时就冇咯。咁大报纸有报咧，就话咩金正恩掌权以嚟咧，就已经咧就处决咗咧就100个官啊。不过我就唔知啲新闻系真定假嘅，呢啲又唔知道，即系除非就系、是、即系北韩自己公布或者点啊，或者点，官方唔知道有冇讲过啊？你点睇？打高射炮，高射炮，我唔记得高射炮系将个人吊喺高处，然后攞一嘢，然后攞高射炮瞄准炸落去，定系塞落去高射炮，连埋炮弹咁一次个炸出去，定点样？我就唔知道。哦，呢球靓啊！啊，话系咪高射炮应该唔会有任何痛楚，一下已经炸到散晒唔知喎？呢啲冇人答到你。人死嘅时候，有啲人即系你以为系咪冇痛苦，我就觉得冇咁劲啊！可能你都要痛一下，痛到黐线之后就突然间冇个意识咯啊！好，投唔投到波？之前北韩我咪讲过单新闻咯，咪有个咩喺英国即系做咩领事定乜鬼嘢，负责宣传北韩嘅人。最后就走个佬嘛，着个草嘛，啊，跟住就即系一开头讲话咩北韩好好啊，咩你哋误解俾英国即系领导人误解，即系如果你知道话咩，如果你知道北韩咧好多嘢都系免费教育啊，咩睇病免费嘅话，你就知道咧北韩咧其实系理想国家，比英国仲好嘅，点点点，即系跟住就后来唔知讲完呢句嘢冇耐之后就潜逃。就咩走咗去南韩定咩嘛？借英国就着草走咗去南韩啊嘛！我记得系咁样啊，有单新闻。北韩最近都多呢啲新闻嘅，讲真。不过处决咧就周不时耐唔耐就走爆一两个咯。不过今次就系咩打瞌睡呢个原因。咁咧就之前仲有一单新闻咧都系有关呢啲咩，即系有话说咩沙地啊定阿联酋，阿联酋咧话说。啊！阿联酋个皇帝啊，定国王，定唔知酋长咁上下个级数嘅人啦、啊，咁咧佢就咩有一日突然间微服出巡，咩七点几啊走去睇啊咩政府佢自己一个部门咧睇下啲有冇翻工突击检查，之后咧佢就发现咧间 office 入边咧净系得佢张相，就系、是、你知即系某啲国家就好中意摆主席张相、皇帝张相喺度嘅，咁我话发现咧得。翻张相喺度翻紧工，其余啲人咧就全部咧就未到，咁咧就于是极度愤怒啦。呢、這个国王咧就决定咧就炒晒班友仔嘅，就即刻全部革扯，就哇个笼系弱智，咁咧就就全部咧就迟到，就因为佢即系嗰啲友仔迟到咧就全部咧就革扯晒。
系唔应该唔可以讲话迟到，系冇翻。总之就系佢哋，你知道中东国家嘅翻工时间唔同嘅，七点半就要到啦。咁七点半咧就一个人都冇，全部冇翻。咁咧佢就怀疑咧就班友系即系已经玩即系成鬼日咧都系咁做噶啦，即系成日射波唔翻工啊，定点炸加二白斗人工。咁咧就全部炒晒，之后咧佢话咩？之后佢又去第二个部门咩移民局定乜鬼移民部？移民部嗰度咧就微服出巡咧，就发现全部人咧就已经好勤力咁翻紧工。咁咧就佢就话呢啲就系佢啊突击检查咧，就要佢要令到国家咧就保持啊工作效率，就唔可以即系啲人咧姑息养奸嘅，就俾佢喺度吓。啊！硬硬腳唔翻工又收，即係佢哋係高官嚟啊嘛，大佬政府官員，咁咧就有即係皇帝又未即係親自出巡啊，就係禁止呢啲打壓呢啲壞員工。咁啊，有啲人就話：哇！呢、這個即係好似即係勵精圖治嘅皇帝啊，好皇帝點點點，就係咁樣咯。你點睇？我如果你老细咧，你上司冇翻，你打俾你大老细，你扮晒嘢。大老细，你今日系咪会翻嚟啊？不如翻嚟睇睇啊！我哋整嗰啲咩，跟住即刻任你上司一镬。之后佢话一翻到嚟，上司喺度咩？诶，唔喺度喎。跟住话不过佢平时咧就十点几、十一点先翻，有时都未必噶，晏昼先翻。不如你睇咗我啲嘢先啦，咁啊扮晒嘢。有时啲嗰啲学校有啲同学仔有时都系咁啊，扮晒乖嗰啲就话：哇，老师啊，不如我哋讲下书先啦，或者点啊，咩唔好倾闲偈啦，点点点，即系借啲耳啊。跟住佢即刻可能你个大老细就即刻念下一沉，即刻就会整你上司一镬啊！你点睇？又话咩？每日都微服出巡，喺九点半我开咗台未？开咗啦，不嬲都准时。朝早翻七点半放几点咧？中东嘅翻工时间系咁嘅，通常咧就劲早翻七点，唔知七点定八点啊，各个地区唔同嘅。咁咧就总之系超早噶啦，跟住咧就翻到一点钟，就有啲咧就已经唔使晏昼唔使再翻噶啦。有啲咧就一点钟咧就俾你翻屋企瞓晏觉啊，定点啊，就跟住咧就五点钟再翻。五点翻到几点咧？就翻到一个钟，六点钟就正式放工噶啦。啊！又话咩？一眼睇穿你啲白痴嘢，点会啊？老细，老细最，我话俾任何老细都系最憎人哋，即系唔翻工啊嗰啲咁噶啦，大佬好正常啊！又话系香港先咁黐线，香港系朝九晚问好，睇佢心情，可唔可以咁讲？香港啲官咧就相反嘅，啊，就系、是、越即系仲轻松过平时打工仔嘅，就系、是、相反咯。唔翻都冇咩所谓嘅，啲人成日都讲噶，公务员劲多噶，立法会佢都系叫官啦，立法会议员翻去瞓觉啊，咩有啲人成年唔出席都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就最爽啊！啊！呢啲啊，真系唔知边度世界上唔知边一份工，我系好过香港嘅立法会议员。有冇一份工？我而家想问劲大家，有冇一份工系好过立法会议员嘅？即系你有啲人话咩做老细都唔系，你做老细你自负盈亏啊嘛？你瞓咗觉，可能你又冇咗几单生意啊！你自己濑嘢，但系唔系立法会议员系你唔翻工，或者就算翻到会气摁摁脚。跟住你成程唔噏嘢都得噶，跟住有咩禁制咩投票系嘛？系投棄權票，唔知啊，冇聽到啊，啱啱唔記啦，唔知你噏乜啊？禁棄權票，咁啊有錢收，即係請個人翻去禁棄權票啊，好有意思。呢份工真係諗起都有意義，就代緊係嚇八皮幾人工一個月，呢個爽歪歪。全世界冇一份工可以比香港立法会议员更加幸福、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啊？你点睇？有冇人谂到啊？特首啊，有人话特首都会俾人柄啊！你特首你即系都要有啲辛苦嘢，咩施政报告，即系虽然读稿嘅，但系你都要企出嚟喺度噏啊，都辛苦过立法会议员。立法会议员可以唔噏噶，系嘛？佢有我冇意见发表。讲完，
冇意见，之后坐翻低，佢话：诶、哎，每个每个议员有唔知几多分钟发言，之后佢企起身冇，我觉啊，诶、哎，到我啦，即系啱啱睡眼惺忪啊，啊，阿咩阿陈仔议员，切到你发表啊，之后陈仔即刻擘下大眼，你真吓到啊吓，我几好啊，大家讲得几好，跟住冇嘢，即系我冇嘢好补充，之后坐低，真系咁样。跟住就之后就跟住我而家开始投票，之后就跟住继续瞓觉啦。可能人哋其他议员噏咗两三粒钟之后瞓醒，之后咩够钟投票，之后又系唔记得揿钟，因为仲瞓紧觉。之后有人话：诶、有位议员未揿钟啊，唔该，边位啊，陈仔？之后个投票啊，好啊，跟住即刻揿 do 起佢得未啊 ？OK 走得未啊？够钟啦啊！我话差唔多收工咯，各位，之后就走啊，之后就。舐舐嚟嘢，我话俾你听，呢份工先系最大，冇一份工我系比呢一份工系更加好啊！系啊，我话俾你听啊，而家嗰个议会制度咧，就其实有啲问题。你话咩议会？即系每个人发表完意见，根本上就系每个党就自己一派已经有嗰个意见啦。我话知你讲到几好，诸葛亮。你拗到班友赢晒辩论大会啊！好似你啊，你辩论大会你全部拗赢晒，扫冧晒舌战群儒，全部啊！你班友全部讲嘅论点都系错拗啊吓！我一个人讲晒，赢晒佢哋，佢哋会唔会跟我就投我个方向？唔会，佢哋都系自己啊！我咧即系我哋呢个党 A 党咧就话我哋就已经一定会投反对。B 党啊，唔系喎，我要支持喎，我投赞成，所以你就算拗赢佢有鬼用啊，你冇意思，你一个人拗，佢话话你啲论点完全白痴嘅喎，啊荒谬，逻辑错误，指鹿为马，冇意思啊！你睇辩论大赛咧，你睇下点噶？如果你辩论，你中学有玩啊，或者冇玩你都睇过啊，辩论大赛都要有啲评判，你自己会知道哦。咁个个梗系死撑自己嗰边啊，唔通话啊唔系，即系正方无啦啦，咦？反方你讲得几有道理喎，系喎，我错啦，不如我加入嚟吓、啊、反方唔会咁样无啦啦中途投降，大家都系斗拗，即系死鸡撑饭盖，就系点都要撑自己嗰边，之后撑到最后就睇边个辩论得好啲，就靠嗰个评判啊，或者系观众。啊！就哦，呢边讲得好啲，道理啱听啲，说服到人，咁啊支持佢，系嘛？啱唔啱？咁立法会都系一样噶，立法会就系一样咁傻仔嘅，就系、是、我就话同你讲，立法会就系你辩论员啦，你一辩论员，系嘛？就系、是、你点辩论咧，你冇意思嘅，啲友啊照投票，同你辩论嘅内容冇关系，系嘛？你投票，佢唔会因为呢啲咁嘅嘢。立法会就唔系好似我哋讲嗰啲辩论大赛嗰啲咁样啦，有嗰啲评判，有个制度喺度嘅，你系见到系傻嘅，即系你呢啲点讲，你讲嘅内容几有意思，字字珠玑，点都好咧，总之就系冇呢啲作用咯，系嘛？你哋觉得点睇？又话咩讲咁耐，我会投边个？我而家睇落去，我印象中都系冇咩好投。我睇个嚟，我投嗰啲人都系投嚟，都系冇咩意思，真系我嘅感觉就系咁咯。而且我都唔讲得啦，大佬，我讲啊吓拉票啊，啲黐线傻啊，我都唔会讲噶，大佬自己谂。每个人，我建议你哋想投票就应该要去投嘅，但系就要自己思考投边个啊，呢、這个就系。我系建议啊，就系、是、咁样。但我啱啱系主要系想讲议会个制度问题咯，就系、是、咁样。你觉得而家议会有冇意思先？你而家我问你哋，你听完啱啱我咁讲啊，拗还拗，投票还投票啊，两批嘢。就算你唔参加嗰个拗个环节，你都系照投，是但一方咩反对赞成冇意思。即系你入咗去立法会议会咧，就系、是、你就有拥有个投票权。咁你嗰啲讲嘢啊，嗰啲咧系其实系冇意思嘅，全部基本上你 cut 咗佢，有咩用咧？你讲完啲嘢，假设哦，而家市民听到啊，话唔系，我听完就诶呢、這个
啊，陈仔议员讲得啱喎，系喎，唔应该推行呢样嘢，全部市民假设系咁啦，咁有咩作用？冇事事，而家市民又冇唔会话我、哦、可以影响到呢个政策推唔推行啊？冇关系，系、啊、嘛？嗰、那个制度变咗系两 part 唔同嘅嘢，系冇一个关联性喺度咯。你又会见到有一样嘢，好小心啊！唔知道美国嗰啲系点啊？美国嗰啲好似有分几样嘢，咩上议院、咩参议院，有呢啲咁嘅制度啊。因为市民系评判，市民绝对唔系评判啦、啊，点会系评判啊？市民。你辯論大賽，中國辯論大賽評判就可以講好辯方贏，跟住佢就晉級，啊有哦，今次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啊，反方係贏嘅，咁就係即係唔應該談戀愛，咁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評判係有一個話事權，啊，而家你邊又係市民冇喎？你聽完就係咁咯，就哦啊，頭咩講緊呢個議題啊？咁啊，跟住最後答案就是、哦咩反對票佔大多數咁啊推行，你話市民就算市民話唔係喎，應該贊成，咁跟住佢哋都係照頭反對，佢話吹啊，佢喺度哦，即係喺度好似話咁啊點啫？你哋又我個咧要反對喎，就係、是、咁樣。咁有啲人就話咩你下四年之後你可以唔選佢或者點講真？四年之後的事已經有排啦，蘇州過後冇艇搭啦。而家假設有個人話而家要推動核彈啊，咁樣你四年之後已經起咗啲咩核電廠，唔好講核彈太離譜啊，核電廠先算啦。你都講危險啊，喂唔想起，咁梗係嗰扎啲議員話黐咗線嘅嗰排話好啊起啊推行咗。咁你四年之後唔投佢已經起咗啦，喺你隔離啦，已經係瀨咗嘢啦。咁你都已經係日日擔。膽戰心驚咁過活，咁仲有咩嘢？就係、是、嗰個意思就喺度咯。而家市民都唔記得，講真，過咗咁耐，嚇、啊、嚇、啊、之後佢下屆又咩新政綱咩爭取乜鬼嘢，我會點點點咩叫？其實咩政綱嗰啲咩？讲真都系佢自己话会唔会做唔做到咧？其实你都可以天花龙凤，你都可以参选。我政纲系人人都可以有栋楼，有楼住，个个啊打工仔有咩假期，你都可以讲到好理想乌托邦。我话我会令香港成为、啊、天堂一样的地方。每个人人工坐底五皮嘢，跟住咧就一定有假货嘅，之后物价要低，可乐维持3蚊罐，知乜鬼嘢乱噏24，你嗰个感觉啊！你我政纲系咁，咁你推唔推行到唔系你估你系皇帝，你一选咗就可以即刻命令咩咧？哦，我都要通过立法会，其他人唔支持冇计咧，跟住就哦冇计啊，啱唔啱？政纲咩？所以我话选举你话睇，其实睇咩咧都好复杂。你话咩睇政纲？政纲系咪做到先？呢样嘢系一个大话题。你睇嗰个人咯，如果佢有往绩，咪有得睇。咁新嚟嗰啲人，佢凭咩咁讲啊？你系睇佢个人咯，你都系咁样搏一搏嘅咋？你都系咁样咯，啲投票你都。你都完全唔知道，有時無啦啦有啲新嘅議員、新面孔啊，佢做過啲咩唔知道。